喂，华哥，上一次咧，我哋推出一只 Porsche Design 嘅金标啊，7小时内就卖晒17只，真系好多人真系识货啊吓！咁当然啦，都讲话个金嗰个重量都个价钱等于仲金壳啊，本身都已经133 gram，系啊，吓咁啊，真系超抵，简直系买金送表。確實是從來很少新表會這樣的嘛。是的，那也都在我推出條片七小時內全部賣光了，那不過機會總是會出現的，那有些買不到的朋友也都不要太失望，機會今次有你了。那這隻應該還比上次那隻更吸引，仲勁好。咁啊，我哋呢一集就係同大家去講講呢一隻以年華嘅嚇 Atlantic 系列嘅金標啊。係，確實呢隻咧，同 Contiki 嗰個功能係一樣嘅。係，佢有 GMT 功能。係 GMT 同埋。最重要咧，个肌肉诶改动咗啦。系，咁啊，佢就用紧佢嘅以年华嘅自家机芯啦，3843啊，有埋个走珠轴承嘅系统嘅。因为我哋上一代嗰只咧就冇嘅，呢只就有走珠轴承。有嘅吓，有 spare drive system 啦，个好处系咩咧，华哥？咁当然那個發條盒嗰個軸承咧會磨損噶嘛，咁如果用咗呢個新嘅走珠軸承咧，咁嗰個解決咗當時嗰個問題啦，因為磨損咗咧會令到嗰個發條嗰個 hard reserve 會少咗啊。係，咁啊就襟好多啦，有咗呢個 spare drive system。咁啊呢一隻手錶嚇，佢個動力儲存有70小時啦。依一個金殼嚇，依個金殼就犀利啦。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都很多細節位的是那項不是就這樣單一拉絲的，是它做了一個好像啲橫紋，是在細節上呢個殼是做得比較精緻的。其實我都很欣賞這個把的，這個鉤做得很細節，有5粒珠在個把的入面，即係好立體啊！嚇，呢一個鉤嚇，咁啊呢一個係一個44mm嘅金殼，總重量係130 gram。130 gram 就係等同3两几斤啦。哇！咁啊自己計數啦嚇。個依只錶要賣咩價嚇？稍後就會好快同大家講嘅。佢亦都有個 folding buckle， 個 folding buckle 係一個金鋼扣。金依部分亦都係18K 金嘅，啊，見到嘅金 mark 嘅嚇，呢一節 OK。咁啊，另外呢，這個面係呢，這個最重要，佢同上次嗰只就唔同啦。呢只就以咧無面，係真係感覺望落去咧白得好通透嘅。係當然啦，就即係睇落去成隻錶啊，配襯呢個金殼啊。好靚啊，非常之靚。其實仲有其他嘅細節位，你睇到咧，除咗個以年華個 logo 嗰5粒珠啦，其實喺依個塊面度亦都見到依5粒珠喎，相呼應喎。係，仲有個錶底呢，那個。係，錶底又係喎，啲螺絲又係，呢個設計方面啊，真係落咗唔少心思啊嚇，令到成隻錶睇上去好舒服。咁如果去到呢個咁嘅價位咧？即係平時買隻鋼嘅，如果自家肌肉嘅都要定價都幾萬蚊啦。咁今日我聽到個價錢仲吸引過上次。好，未講價錢之前，又講翻呢條皮帶啦。呢條皮帶其實都好靚喎。係因為真係handmade 係啊，鱷魚皮，仲要係 handmade 嘅人手做嘅鱷魚皮，咁車咗線啦，咁啊當然係最好襟好多啦。因為有啲牌子咧，係確實如果唔車線就會爆口啊嘛。係咁呢個穩陣好多，最主要呢條皮帶，我有位錶迷見過呢條皮帶都講啦，依一條咁有質素嘅 handmade 真鱷魚皮啦。閒閒地都3000-4000啦，咁一定啦。你最重要，因為佢嗰個帶尾嗰個設計係特登為呢隻錶而做噶嘛，係特別加厚嘅。哦，即係嗰個接駁位咧係半鑊膠嘅，
所以咧就防止條帶反轉啊。係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只錶嚇公價都要26,000嘅，真係唔係講笑。咁啊，今日嚇我就當然傾到一個超筍嘅價啦，數量亦都係有限嘅，準備未？系啊，即系谂多咗又好似上次咁噶啦。系唔好谂多咗，总言之咧，即系手快有手慢冇吓，52,000。听讲仲用你仲未完系啦，咁啊用我一个另外一个标志达人嘅优惠码啦，多5%啦，到头嚟系49,400啊，系50,000都唔使可以买到一只咁重量级嘅金标，仲要系自家机芯 GMT。系。確實，佢嗰個設計咧，就比我哋 Contiki 嗰只好好多啦、嗯。因為個 GMT 針咧，唔喺嗰個針心位度啊。係啦，同我哋呢一隻相比，咁啊呢一隻嘅 GMT 顯示係紅色嗰支針啦。咁啊呢一個 GMT 嘅顯示其實係呢一個六字位依個盤咧，做咗一個24小時嘅零。第二個地方嘅時間啦，係啦，咁啊呢個係秒針盤啦，咁啊亦都有個 day 嘅，嚇亦都有個 day 嘅 counter 啦，嚇咁啊49,400一樣啦，嚇要用呢個 QR code 啦，上 Cosmo 嘅網啦去訂購啦，另外或者你都可以，我喺下邊都會擺條 link 啦，你直情 click 入條 link 亦都會見到呢隻手錶嘅。咁啊，如果唔識得點去操作呢個網上訂購，亦都可以落嚟利昌邊行揾我嘅。呢兩日我都會喺度去幫大家嘅。唔好兩日啦，啊、兩日我驚你係因為上一次咧，其實我出咗條片咧，有啲錶迷話啊，週末先嚟啦，下個星期一先嚟啦。點知啊，唔使嚟啦，係啊，唉，真係可惜啊。咁啊，不過大家真係把握機會啦嚇。咁啊，呢一條片一推出，相信亦都會好大嘅迴響啦。即係呢啲，即係未有金錶嘅朋友可以考慮。確實，如果一隻自家鑄嘅錶，如果仲係金嘅貴金屬嘅，仲係二咧無面嘅咁嘅價位，我相信冇乜牌子可以做到㗎啦。49,400係，亦都係之前條片都講過啦，亦都係大家嘅鼎力支持啦，我先至有呢個能力啦，去同供應商嗰邊去傾到一個咁筍咁筍，簡直係一個廠價再低嘅價，因為佢賣。完呢隻錶俾你啊，佢自己都生產唔到啊！生產到㗎啦，最主要成本個金價咁低。啱啦，因為呢一隻款嚇、Eternal Atlantic 呢隻款係喺2012年開始推出嘅，咁啊講緊即係呢隻錶嘅歷史都有成10年有多啊！確實，嗰、時嘅金價。而家你阿大人幫你啲標迷又可以爭取到呢個價，我諗真係如果想考慮之前想買一隻金錶嘅，真係要快手啊！係啦，咁啊賣完即止啊，亦都全球揾唔到㗎啦，大家可以嘗試下去搜尋啊，睇下揾唔揾到啦。咁總言之，最後呢少量嚇全部係會跟住我依條片嚇。去到你手上嘅，希望你係其中一位幸運兒啦，拜拜。拜拜。